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首先和同修们道歉，昨天那节课没讲好。什么原因没讲好呢？是意识心做主了，不是智慧心做主。怎么回事呢？因为第九专题按原来的计划是三节课讲完，昨天呢我就想能不能给它合并成两节课讲完，这样呢它内容量就大了，内容量一大怎么办呢？时间还是一个小时，那就只好加速。所以昨天那节课呀，我自己感觉到就像放连珠炮一样，大家可能都听出来个个数，所以跟大家道歉，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昨天这节课啊，确实是内容比较难讲。为什么呢？很多的时候一大段一大段，我必须得照原稿念，不能改动。因为那个呢，都是几位菩萨在佛前发的誓愿，那个誓愿呢都是菩萨们亲口说的，所以那个是不能改动的。而且那个发愿词都比较长，我又要赶时间，读得起来就很快了。所以这个两个原因合起来就造成了昨天这课讲的速度太快了。比如说佛给几位菩萨做成佛受记，那个呢也必须得读原话，因为那是佛给菩萨们受记当时的原话。所以几个原因合起来就造成了昨天那节课我自己感到不满意，所以今天呢就得更正过来。既然是两节课的时间不够用，就还按原来的计划，还是按三节课把它讲完。所以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不用那么着急了，这是因为意识心犯的一个小错误，所以我也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用智慧心，不能凭自己的想象。一个心血来潮，三节课改做两节课，就把这个节奏打乱了。所以向同学们道歉，请大家谅解。下面我们接着昨天的课往下讲。昨天讲到这一段，观佛三昧海经，说这个经有这么一段话，说当时世尊为诸大众说观佛三昧之后，文殊菩萨接着告诉大众，下面这一整段话都是文殊菩萨亲口说的，所以大家注意听，我慢一点给大家读。在过去，宝威德如来时，一位有德长者的儿子，名字叫戒护，还在母胎时，就受了三皈依。到了八岁时，父母礼请世尊到长者家接受供养。那时，童子见到佛陀安详的威仪，平稳缓慢的步行，在佛的脚下，每一步都生出莲花，而且身相具有广大光明，见了以后非常欢喜，
向佛恭敬礼拜，礼拜之后仔细地看着世尊，眼光不曾暂时离开，一见到佛之后即除去百万亿那由他劫生死重罪。自从这次见佛以后，生生世世恒常遇到百亿那由他恒河沙诸佛，如是众多的世尊们都开示这个观佛三昧。后来又遇到百万尊佛陀出世，皆是同一个名字，号为旃檀海。当时童子亲自奉侍供养诸佛，中间毫无遗漏空缺，既礼拜供养诸佛世尊，又合掌恭敬地观看佛的相好。由于观看佛陀身相的这种殊胜功德之因缘业力故，再一次又能亲近百万阿僧祇劫诸佛，从此以后就获得百万亿的念佛三昧及百万阿僧祇的悬陀罗尼。既得此三昧得陀罗尼后，诸佛即现前为他说无相法，刹那之间就获得首楞严三昧大定。由于最初童子受三皈依，礼拜一次佛陀的缘故，又因为仔细观察如来的相好，心无疲厌懈怠，只是由于这个短暂的因缘，就能够遇到无数诸佛，更何况是一向专念完整究竟的思维观察如来色身的种种相好呢？当时的童子难道是别人吗？那就是我文殊师利啊。这一大段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亲自告诉大众的。文殊师利菩萨说完之后，世尊告诉阿难，你应当受持记忆文殊师利所说的话，普遍地告诉一切大众以及未来后世的众生，如果有人能够礼拜，能够念佛，能够观佛者，应当知道此人与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平等，没有差异。又《文殊师利发愿经》与普贤菩萨在《普贤行愿品》末后的寄诵大略相同。《文殊师利发愿经》云：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严净普贤行，满足文殊愿，尽未来季节究竟菩萨行。文殊普贤是华严会上辅佐毗卢遮那佛的两位大圣，
此二大菩萨所陈述的行愿，以及他们说法度众生的内容，无不是以念佛为基础，以净土为归宿。我们大家知道，在华严会上是一佛二菩萨共演大教，名华严三圣。一佛是释迦世尊的法身毗卢遮那佛，二菩萨就是指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般若自在，普贤菩萨是三昧自在。文殊执掌佛的智慧宝藏，普贤推展佛的广大行愿。所谓文殊树德，普贤起行，同辅毗卢遮那佛教化大机众生。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以其甚深无上的智慧宣说诸佛无尽的功德，特别是在浮城中说法，广宣诸佛种种行门、种种功德，鼓励大众发菩提心，勤求佛道，并劝勉大众亲近善知识，修学普贤殊胜行，先令六千比丘发无上意，复令无量众生共发菩提心，而善财童子发菩提心已，因受文殊菩萨的教化，南下参访53位善知识，一一亲近侍奉，承受教诲，树立了青年学佛的好榜样。文殊菩萨被释迦牟尼佛委以重任，仅举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在《楞严经》中，阿难尊者视线堕入淫室，为摩登伽女因公抚摩，正当阿难尊者被摩登伽女将毁戒体的危急关头，佛教文殊菩萨持佛顶神咒前往救度，并将阿难及摩登伽女带到佛前，遂启发楞严大教。这个故事很多同学都知道。第二个例子，在楞严会上，阿难请问圆通本根，佛即敕令25圣各说圆通，之后佛再斥文殊菩萨为大众选择圆通本根，结果文殊菩萨选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显示耳根闻性圆通常三真实功德，并说我亦从宗正非为观世音，以鼓励当时法会大众及末世学人修习耳门圆通法门，就是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法门是谁给我们选的，
是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的。第三个例子，据《维摩经》记载，维摩诘居士释疾，就是生病了，佛派各大弟子前往问疾，就是去看望病人。十大弟子都说曾经被维摩诘居士呵斥过，不敢前往。佛再派弥勒菩萨等前往，诸大菩萨也各说曾经被维摩诘居士呵责过，也不敢前往。最后佛派文殊菩萨前往维摩诘居士处问疾，这时文殊菩萨禀白佛言，他是这样说的：世尊，彼上人者难为仇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事悉知，诸佛密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七会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成佛圣旨，一笔问疾。于是文殊菩萨率领8000菩萨、500声闻、1000天人入毗耶离城，到维摩诘室，两位古佛见面，旗鼓相当，遂展开一番妙论。这个妙论呢，就是妙语连珠。另随文殊菩萨前往的大众中，8000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至于共演诸佛不二法门时，令随往大众中5000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另外在《大藏经》中，因文殊菩萨而发起的大乘经典，或以文殊圣号标立经题的经典甚多，特别是在般若会上，文殊菩萨处处现身说法，分担释迦世尊的辛劳，成为释迦世尊的权威法将，得力助手。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哪七佛呢？是毗婆尸佛、湿气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摄佛、释迦牟尼佛。如果同学们稍微留意一点，可以发现这七尊佛的后四尊佛是哪四尊呢？就是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摄佛、释迦牟尼佛。不正是衔接千佛出世、已经出世的四尊佛吗？我们仔细一看就发现了，学生都已经出世做佛了，老师还居于菩萨位，多么令人肃然起敬。按照佛教典所记载，文殊菩萨是过去无量诸佛的老师，
曾经引导无数的修行者证得佛果。在《梵博经》中，佛陀也说，今我得以成佛，都是文殊菩萨的功德。过去无数诸佛也都是文殊师利的弟子，未来当成佛者也都是文殊菩萨威神力智。就好像世间的小孩有父母一样，文殊菩萨是一切众生在佛道中的父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父母？我把前面这一段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几个重点词汇。说文殊菩萨是过去无量诸佛的老师，一个是过去，所有过去成佛的都是文殊菩萨的学生，是无量诸佛的老师。这个无量诸佛，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世尊说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今我得以成佛，都是文殊菩萨的功德。因为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再往下看，过去无数诸佛也都是文殊师利的弟子。下面一句，未来当成佛者也都是文殊菩萨的威神力所致。大家看看，了不起啊，过去诸佛都是文殊菩萨的学生，未来诸佛仍然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位老师，现在还居于菩萨的位置，是不是像我前面说的，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从这儿可以看出，何止是七佛呀，原来我们只知道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读到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了，不只是七佛之师，他是诸佛之师。看到这一段以后，我就想到了印宗法师，这也是一位佛门了不起的大德。当时慧能大师接受了五祖传给他的衣钵之后，由于受到追杀，不得不在猎人队里隐藏了15年。15年之后，他走出了猎人队，去岭南，在岭南遇到了印宗法师。当时印宗法师是岭南的一代知名的高僧，他接受了慧能大师，为慧能剃度，做了自己的弟子。但是谁能想到，在给慧能剃度之后，他又反转拜慧能大师为师。就是这么一个行动，慧能大师的地位立刻就抬高了。大家想一想，一个知名的高僧为慧能剃度，收他为弟子，剃度之后又反拜慧能为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一般的境界是做不到这个的。所以我说印宗大师慧眼识才，真的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说我们的净空老法师，这将近10年的近距离接触，
我特别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师父的大度。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赞叹师父？因为师父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我深知师父的内心非常渴望接班人，真的是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传下去，这是老人家的慈悲。他从来想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超过自己，他在后面给我们做指点。我今生遇到了净空老法师，真是太幸运了，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想说说我这两次讲经的经过和体会。为什么这一段我要插在这儿？因为去年讲无量寿经复讲，今年讲无量寿经的专题讲座，我自己感受到讲的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圆满的。为什么能讲成功，能讲圆满？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团体的力量。大家想想看，谁都缺不了，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本事？首先我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能力，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德行。如果说感恩，首先应该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特别是我要感恩老法师对我的鼓励。如果没有佛的加持，没有老法师的鼓励，我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和同学们进行交流。所以我这两次讲经跟大家交流，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体会到团体的力量，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比如说护法的功德无量无边，真真实实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没有护法在我身边这样护持我，无量寿经和这次的专题讲座我讲不出来，最起码是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包括看不见的冥冥中的护法团队，他们的功德无量无边，在这里我深深地感恩他们。我还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是菩萨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业。我们要把这个心量拓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人有一分力使一分力，这样我们这个菩萨的事业才能做得更圆满。跳出我的那个小圈子，放眼世界，放眼虚空法界，我们做的这个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是了不起的事业。我们能够做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今生积功累德的一个机会吧，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刚才说这一段，就是要告诉大家，不但今后我们要做一个和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个和合的团队一直做到底。只有这样，才把未来的我们要做的菩萨的事业做得更好更圆满。下面我们接着往下讲。文殊菩萨的形象，因为前面几位菩萨的形象我们都跟大家介绍了，现在我们说一说文殊菩萨的形象一般的是什么样呢？就有代表性的吧。一般是右手握智慧剑，
象征以智慧斩烦恼结，或者是手持如意，象征着智慧成就，左手持莲花，莲花上放般若经，代表智慧的思维，智慧的利剑，表示能斩断种种愚痴，智慧犀利如剑。青莲花则代表清净无染，花上放有般若经，作为智慧与慈悲的象征。菩萨常常乘坐的坐骑是狮子座，表示智慧威猛无比，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或以莲花为台座，代表清净无染，或者是驾金色孔雀，比喻飞行自在。三个啊，这是代表性的，一个是狮子座，一个是莲花座，一个是金色孔雀座。文殊菩萨诞辰纪念日是农历的四月初四，出家纪念日是农历的十月二十日，成道纪念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二。以上介绍的是文殊菩萨，下面我们介绍第四位菩萨，普贤菩萨。普贤，梵语称毗输跋陀，音译为三曼多跋陀罗，中文译为遍吉。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应化的道场是四川的峨眉山。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同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被尊称为华严三圣。普贤，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妙善意。普贤菩萨以智导行，以行正智，解行并进，所以又被称为大行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辅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道，遍身十方，常为诸佛座下法王子，故普贤行愿品言：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又言：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不但能广赞诸佛无尽的功德，也能修无上供养，能做广大佛事，能度无边有情。其智慧之高，愿行之深，唯佛能知。据《悲华经》记载，在无量劫以前，当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时，普贤菩萨当时是转轮圣王无正念的第八位王子，名字叫敏图。他在宝藏佛前
发愿，要在像娑婆世界一样不清净的国土中修菩萨行，救度众生，更应当修治庄严十千不净世界，使其庄严清净，就如同清香光明无垢世界。同时要教化无量的菩萨，令他们心地清净，都能够去向大乘佛法。他的这种发大心的菩萨，都充满所化度的国土世界。宝藏如来在八王子发愿之后，即将他的名字敏图改号为普贤，这就是他名号的由来，并为他授记成佛，授记他在未来在北方知水善净功德世界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号为至刚吼自在相王如来。普贤行愿品说，普贤菩萨称赞如来殊胜功德之后，告诉所有的菩萨及善财童子说，善男子，若要成就如此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者，应当修习十种广大无边的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普贤十愿。我们尊敬的净空老法师把普贤十愿定为净土法门修学的五大科目之一，可见其重要性。如是一切菩萨于此广大行愿，能随顺的去向进入，则能圆满教化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则能随顺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则能成就圆满普贤菩萨一切广大行愿海。如果有人能够以甚深不疑的信心于此十大愿望受持读诵，乃至只是书写一段四句的寄诵，便能急速地灭除五间地狱的罪业。这是受持十大愿望灭除无量罪业。人如果命中的时候，在最后的一刹那，色身所有的诸根器官全部都散失败坏，只有此十大愿望永远不会舍离，于一切的时刻里时时在此人之前引导方向，一刹那中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立刻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这些大菩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是色相端正庄严，一切功德具足圆满，
往生者即刻由阿弥陀佛以及如是等诸大菩萨所共同围绕。往生者见到自己化生于清净的莲花之中，亲蒙阿弥陀佛受记成佛，这是往生受记成佛。被受记成佛之后，经过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之中，普遍的到十方不可说不可说的无量世界，以通达无碍的智慧力，随着一切众生的根性心念而行利益众生的事情。不久之后，必当坐于菩提树下清净道场，降服一切魔王眷属，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转动不可思议微妙法轮，能令如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众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随着他的根性给予适当的教化，令他成就佛道，乃至在近于未来广大如海的时节之中，都能广大普遍利益一切众生。有这样的偈颂是这样说的：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要一切众生界。假如说，如果有人为了追求无上的菩提之道，于一个法门中专心修行学习，没有不成功的。比如说，有人在大海中用双手随意捧取海水来喝，即是饮用了阎浮提世界中的一切河水。菩萨如果能够修习这个菩提大海中的一门，则是得了一切三昧，一切诸人，一切诸地，一切诸陀罗尼。普贤菩萨是密宗的开山祖师，是娑婆世界的净宗初祖，在《无量寿经》里代表净密不二。普贤菩萨的代表形象是他的坐骑是六牙白象，六牙代表六种清净。关于普贤菩萨，我在去年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时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因为其中有一品是专门说普贤菩萨的，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家要明了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个个都修普贤行，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怎么样修普贤行？那就是落实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关于普贤菩萨就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接着介绍第五位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也称弥勒佛或弥勒尊佛，亦为慈氏，亦称阿育多。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未来将在娑婆世界降生修道，成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所以现在称他为未来佛，即衔接千佛中的第五尊佛，常被称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弥勒菩萨生于南天竺婆罗门家，与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他随释迦牟尼佛出家，成为了佛陀弟子。他是在释迦入灭之前先行入灭的，为一生补处菩萨，生于兜率天内院，之后机缘成熟时，从兜率天下生人间，接释迦牟尼佛佛位，成为衔接中第五尊佛。弥勒菩萨将在56亿7000万年以后的第十个简劫降生于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到那个时候，娑婆世界有一个地方叫做赤头墨城，当时的国王叫穰苴。弥勒菩萨届时将托生在城中的一个名叫修番摩的大臣的家中，他的降生、出家、成道、说法这个经历和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正觉，以三会说法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尔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观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应从右胁生，如我今日右胁生无异，弥勒菩萨亦复如是。都率诸天各个唱令，弥勒菩萨已降身生，是时修番摩即于子立字，名曰弥勒。弥勒菩萨有32相80种好，庄严其身，他的身体是黄金色。这一段呢是世尊说的。菩萨处胎经是这样说的：弥勒当知，汝父受记56亿7000万岁于此树王驾成无上正等正觉，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识肉经曰：识诵经仙人者，今此众中婆罗门子弥勒菩萨摩诃萨是。我涅槃后56亿万岁当与穰苴转轮圣王国土华林园中金刚座处龙华菩提树下得成佛道，转妙法轮。根据《杂阿含经》记载，兜率天的天人寿命
是4000岁，56亿7000万年以后，菩萨将会继承释迦牟尼佛位，而降生南瞻部洲人世间，出家修行，觉悟成佛，并将与龙华菩提树下举行三次传法盛会，就是龙华三会，分别度96亿、94亿、92亿众生，令他们开法眼智，证阿罗汉果，脱离生死轮回。弥勒菩萨将来是一尊福佛，就是有福报啊。尊佛入世的南瞻部洲经过了许多变化，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多是平原，海水平静，土地肥沃，多有自然乐园，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百花齐放，万类合宜，产物丰收，果实甘美，并产天然的精米，没有糠皮，滋味香美，如果成熟不吹可食，人食长寿，毫无疾苦，又无任何灾难，人心皆为大善，没有贪嗔痴慢疑，更无杀盗淫妄酒等一切不良的思想言行，人人皆知修习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妙行，人心平等，不起分别，无有争执，相见欢悦，多以善言互相勉励，人行万善，无助恶业，饮食无忧，其衣裳不需人工纺织，地长天衣树，树上会生各式各样的细软的衣裳，任人采取穿着，房屋宫殿亦多以法化而成，地上没有少许污浊不净，人遇大小便溺，地侧自开，便后自合，地上多产各类宝物，随手可食，人食宝石在手，玩赏，这时他们会说，听说结石，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听说结石，人为财宝，互相伤害，细必牢狱，收诸苦恼，如今此宝如同瓦石，无人守护，真是一个清平世界。那时世界虽有若干小国，而只有一个大国统一，在此地球上有宽广400万里的大平原，四大海水各据一方，有大都城名赤头墨城，东西500里，南北280里，土地平广，人民众多，街道整齐，空中有龙王名叫水光，夜遇相则，昼则情和，城中有罗刹众名叫夜华，于深夜里出现，为人类服务，除去秽恶，打扫清洁，又以香水遍洒于地，非常清净，
龙神鬼类都为人类工作，但绝对不需拜祭。那时世间已无迷信拜拜之事。天时地利，人民和顺，鬼神拥护，赶生了一位转轮圣王出世，王名穰苴，京都就是那个赤头墨城，对于人民百姓以正法治化，有屯宝，有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点兵宝、守藏臣宝等等，以镇此世界，不用刀杖，自然弥服，极其自由，逍遥自在，平等安乐。哎呀，我在说这一大段的时候啊，心里多么羡慕啊！将来弥勒菩萨下生到娑婆世界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听了羡慕羡慕，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呀，是众苦多多呀。你看人家一条一条说的，都是那么详细，让你听了你能不相信吗？你比如说生产的那个精米，就我们现在说的就叫大米，我们有时候老年人吧经常说什么精米白面，他那个精米就是指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米呢是要脱皮儿的啊，然后才能吃，而且还得煮饭，你还得给它煮一煮，是不是这样？人家那个时候啊，弥勒菩萨做佛的时候生产的这个精米啊，它是没有壳的啊，不用蜕皮，这是一。二，不用去做啊，自然的拿来就可以吃，你说就这一点省多少事啊？你要做饭烧不烧火，你用不用水等等等等，你说这个米生产出来拿来就吃，太省事了。而且吃了以后人还长寿，还没有饥苦，你说还有这么高级的米吗？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米要是这样，那该有多美了。再说没有任何灾难，是不是我们所希求的？我们现在心里为什么恐慌？怕灾难吗？那个时候没有灾难，什么贪嗔痴慢疑、杀盗阎王酒，可能到那时候人都不知道这词儿是啥回事儿，人都没见到过。人人都修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妙行，那真是妙行啊！你看衣服不用做，树上就接这个衣服，咱们就用这个词儿吧。你只要需要什么的衣服，你到树上摘一件你就穿什么，而且都是细软的，不用人工，哎，去编织去制作。再说你比如说人欲大小便利，地侧自开，便后自合，你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太高级了？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出来这么方便呢。那人吃饭总有大便小便的时候，在我们这儿有时候上街很不方便，找不到厕所。你看人家弥勒菩萨做佛的时候是，你只要有这个感觉，那个地侧就自己就开了，你便完了以后自己就合上了，也不用你自己去收拾了，真是太好太好了。你比如说各类宝物随手可食，那宝物是到处都是，你伸手就可以拿来，不像我们现在要看到宝物啊千方百计的怎么能把它拿来据为己有。为什么有时候什么故宫啊这些个地方，哎，就小偷去偷，不就为了偷着宝物吗？你说到了那个世界的时候，这宝物遍地都是，你随手就可以拿来，你还用去偷吗？
所以那时候的人呢、啊，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人，如果他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人家都会不理解的。还有，你比如说，那时候虽然是有若干个小国，但是只有一个大国统一。你看这个多好，整个世界是一家，整个地球是一家，那一家呢还你争我斗吗？没有了。你看尤其后面的，最让我羡慕的是那个罗刹众是好战的，但是那个世界的罗刹众是为人类服务的，他们干什么呢？打扫清洁的，是不是？你们看，听到这儿有没有感觉？而且现在我们是人拜鬼神，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拜拜之事了。所以是看了这一大段弥勒菩萨将来问世以后，那个世界56亿7000万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众生真是太幸运了。这节课的时间到了，就说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